是生命快乐的你，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，你是我的天使，一路指引我，无论岁月变幻，爱你唱唱歌，听我说谢谢你，今天有你温暖了四季，谢谢你，感觉有你世界更美丽，我要谢谢你，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，谢谢你，感觉有你把幸福传递。这个动作是轮指啊，你在我，这是一个轮指，再快有一个轮指的动作，不是一把抓下来哈，就很难看。你在我生命是个轮指的动作啊，轮指好吗？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我希望你们要笑起来哈，笑起来，然后我把这个笑的动作和我们这个轮指怎么做，你看我。看到了吗？这叫轮指，对吧？依次过来，是不是印度舞有这个动作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啊，那我们放大，在我生命中是一样的。你在我生，你看轮过来，不是一把抓哈，不是一把抓。再强调一次，不是一把抓，是轮过来啊。啊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哪个动作叫轮指啊？轮指啊，好。然后记住啊，我把表情训练和我们的什么手势舞蹈是结合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不会单练了啊。所以你在跳的时候呢，走进来这个气氛了哈，那你就要进入，迅速的进入到我的课堂当中哈，带着你的好的情绪啊。谢谢你。注意模仿我的感觉啊，模仿我的感觉。送给你小星星，送你花一朵，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，你是我的天使，一路指引我，无论岁月变幻，爱你唱唱歌，听我说谢谢你，今天有你温暖了四季，谢谢你，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，我要谢谢你，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，谢谢你，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。
常在心底，谢谢你，感谢有你，把幸福传递。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温暖了四季。好啦，很好，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哈，你看我们在这个手势舞里呢，你学会了好几个拍照片的造型哈。第一个什么呀？这个动作是标志性的动作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以后拍照片都会的哈。还有一个什么？这个动作学会了吗？小爱心哈。有的同学说，哎呀，老师，我拍照很难看啊，你看这全是泡起来的哈。你要学会啊。好，还有什么动作呀？爱心对吧？爱心对不对？你在我生命中还有什么呀？太多的感动，这也是一个动作，对不对？好，记住这里面有好多造型，都可以从这里面去挖出来。以后拍照片，你可以表情包就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把手指头紧接着哈，锻炼一下，然后我们开始我们的小波浪，然后做泉水叮咚。今天我要把提沉再讲一下吧，提沉配小五花配云手哈，我们要再说一次。好，轮指，一二三四。五六七八，2、2、3、4，五六七八。好，我们放音乐好不好？跟着我啊，跟音乐一起来练习哈，这样就比较有感觉。
蒙古舞就什么，手臂特别有张力，特别有表现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小波浪说完了，说大波浪好不好？大波浪是什么？肩肘腕依次运动啊，我们先做一个大波浪，肩肘腕依次运动，肩肘腕啊，从肩膀开始外展，然后到你的胳膊肘，再到你的手腕。好，我们先不做小波浪，把手握一个拳头好吗？先不做小波浪的动作啊，我们就教一个大波浪，从你的肩开始依次的向外，肩肘腕，然后回来的时候还是肩肘腕依次落下来。好，什么叫波浪啊？我们顾名思义，对不对？画画的波浪也是一节一节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用手来表现这个弧线，那肯定不是直的，对吧？你看谁？有人跳蒙古舞有这么跳的？噔噔噔滴噔，对吧？这就不对啊，不对，因为你没有肩肘腕这一节，所以你的手臂是没有韧劲的。那雅老师现在就在教你这个大波浪，所以你的脑子一定要注意啊，一二三，还是一二三，回来不是三二一，还是一二三啊，依次。好，我们来一次，先做右手，跟我一个方向啊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。反面手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。好，我现在说的波浪都是向两旁的，也就是在你三七点方向，三七点方向啊，不要加任何的斜角方向或者后都不对啊，就是你的正旁啊，两个正旁，一个正右，一个正左，好吗？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等会儿要做两个手了啊，再来一次啊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六二三，提二三，沉二，换只手，一二三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肩肘腕大，七二三，一定是一节一节的啊，一定是一节节。好，我在摄像头里看到有人太短了，亲爱的们，回来的时候不要走短路线啊。它还是有一个什么落回来的过程，不要刻意的把胳膊收短，还是原路的哈，原路返回啊，外展。好，我们来个双手的好不好？是一个双手的啊，还是肩，第一拍肩是要撑出去外展，就像那个鸟的翅膀啊，那个翅膀是怎么开始飞的？你们想一下，你翅膀不可能是这儿不动，直接这儿，这是有阻力的，它是打不开的，对不对啊？那它肯定是哪儿先起啊？胳肢窝、肩膀带动，对吧？这儿开始进空气了，然后再开始带动你的手，这么飞起来的。你想想所有的动胳膊的动作是不是这么来的哈？来，预备，双手的啊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二、二、三、三、二、三，还是握空心拳啊。三五二三六二三七二三八二三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。好，从大波浪到小波浪做一下一样的动作，你看大波浪，然后到小波浪，就是一个团手，再经过小波浪，再回到大波浪，完成整个手臂的动作哈。好，我们和音乐练一下，单手的、双手的啊，好吗？注意，可以跟着我配上你的呼吸啊，配上你的呼吸。
去，白马踏新路，山花娇艳，暮色中染红旗，屋檐下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，宛然的你在哪里？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月落乌啼，月牙落乌啼，零零碎碎，点点滴滴，梦里有花，梦里青草地。老师，我看你做得很好，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做得不好？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动作怎么来的，那我现在都把它掰碎了交给了你们哈，那你们就是自己下去练习了，方法有了就自己下去练习了啊。泉水叮咚响，跳下了山岗，走过了草地，来到了身旁。泉水呀泉水，到哪里？你到哪里去？唱着歌儿，哼着琴弦，流向了远方。这也有一个轮指啊，对吧？这还是有轮指啊。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响，跳下了山岗，走过了草地，来到了身旁。泉水呀泉水，到哪里？你到哪里去？唱着歌儿，哼着琴弦，流向了远方。好了，不做了，来热身啊！全身都动一动，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别的舞蹈上啊，把每个关节都认真的给它活动开来，好吗？不要受伤了啊，不要受伤了。
稍等一下啊。哎，为什么？是。这个包可以加什么？Thank you.
们先说藏族，一会儿再说声声慢的云手啊。先说藏族啊，藏族呢还是回到难点动作，就是坐卸胯。那坐卸胯呢，回来回去呢，还是我们的屈伸，还是我们的屈伸啊。好，那我们的膝盖呢，还是要回到我们自然脚背，回到我们的自然脚背啊。注意膝盖屈，什么叫屈啊？就是弯曲的屈，对吧？伸呢，就是伸直的伸啊。屈伸，它是一个什么？快屈慢伸的过程啊，快屈慢伸的过程。好，为了我们练我们的就是移动重心的这个屈伸的问题，那我们先找准我们的重心啊，找准我们的重心，先练单腿屈，对吧？屈完了以后，我们的这个重心现在是在右边，对不对？好，再说一次，跟我一个方向啊，现在你要坐右边啊，你的右边跟我一边哈。好，屈完了以后伸，伸完的时候是我膝盖发力，带动我的上身有一个重心移动的过程，能看到杨老师的重心移动吗？是不是现在移到左脚的最高点？好，那我们又回到一个什么快屈，对吧？好，然后依次进行，那你的左脚再伸，好，那我的重心是不是又跟着回，再经过上弧线屈啊，这两条腿分开就特别明显，对不对？能看到这个过程吗？那这个动作来源于哪？还来源于我的膝盖，不来源于我上身，看到了吗？不是我脚下不动，上身拼命的模仿，没有用的啊，还是因为我的下身带动了我的上身啊。滴答答。啦啦哩啦哩啦哩，啦啦哩啦啦，哒哩哒哒哒，先啦哩啦啦，哩啦啦啦啦，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啦。好，我们试着原地走。特意把裤子撩起来了啊！当哒滴答滴，当哒滴答滴，当哒滴答答。好，我还是看到镜头里还是有同学们上身太多了，亲爱的们，我没有这个动作，别想太多啊！不要把动作变难了，不要想太多。你看我的上身是没有型的。就是不是说哎呀我每一次要倒到哪个程度，它是没有的，是我的气就是松掉就好了，松掉啊，松掉哈、啊、我们再来啊，我这音乐练一下这个动作好不好，合着我们熟悉的这个音乐练一下。孩子启蒙该学画画，就练这个单一的坐卸胯啊，难就难在这儿，藏族的味道也不在，对不对？
来准备。为当着流
情歌，把国的牵挂，希望之马及奥秘，鲜花般艳华，飘在我心上。爱拼草原雕琢，一曲恋歌，就是希望看着爱的曲。万紫如烟，深秋相依，真情的片段，永远不会变。能听懂我这句话吗？我喝两口水啊，基本上都搞明白了吗？没问题了，我在做深深慢了啊，正好调整一下呼吸。啊，在这我表扬一个同学啊，我收到一个，出汗了。对了对了对，西林跟我说出汗了。对了，表扬啊，表扬你啊。好，然后我说一下啊，我还没来得及回他信息。他昨天给我发了他的作业啊，这个格格姥姥已经80多岁了，他发了一个他跳的蓝色天梦的视频给我看，我看了一下，我没来得及回复他，我就在这里直接点评你好吗？啊，你不介意吧？啊，我说的都是好的哈，虽然他达不到那个颤息，但是我看得到他身体是有的。啊，他身体是有的，他知道他要颤，只是他可能因为年龄的关系，力不从心。但是我能感觉到他，包括这个体态啊，你别看他80多岁了，人家还在想着下去啊，还没有做成这样。我觉得我很成功哈，我讲得很清楚。他在找，至少他在找这个体态啊，唯一不足的，他的问题也是很多学员的问题，在做踏步的时候，颤息的时候。很多人会把重心放到后面，就是在形成了这个五字上做，看到了吗？看到我这个三角形了吗？啊，来，亲爱的们，把重心挪到前脚掌上啊，膝盖尽可能的垂直于地板，
因为我的后脚还要做颤点，如果你放到这儿，你没办法拿起来，看到了吗？啊，就唯一这一个动作，其他都很好，基本上都跟着那个韵律啊，跟着在动，都很好，而且你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啊，说明你的这种精神，你每节课都来，对吧？我上了37节课，您就再37节课。啊，而且特别认真哈、啊！我要是每个学生都是您这样，哇，那我就很成功了哈。好，来，我开始调整一下呼吸啊，来说深深慢的提沉。那今天我说了，我要说云手，对不对？云手呢，我们在深深慢里是一个大云手的动作啊，云手，小云手其实就是在胸前做一个揉手的动作啊，揉球，揉球啊，你想想，你胸前有一个篮球啊，有一个篮球。你是怎么云啊？对，正反面都可以啊，正反面一样的揉球啊，你看是吗？这一个手从胸前揉到前方去，再揉回来，画一个平原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想想，就是原来不是最早，我记得很早很早，家里不是有那种是叫簸箕，是吗？就那种圆的扁的，不是这样塞来塞去塞玉米的东西啊。然后你的手呢，就你想就是这样，哎，走一个平原。那么另外一只手呢，是走反向的平原，懂了吗？哎，那么两个手呢，同时走，哎，不是搓麻将啊，搓麻将是一起搓，对吧？这是相反的，相反的，对，揉球啊。啊，揉球，啊，反向两只手都做一下，把它做清楚了啊，有点左手画圆，右手画方的意思啊。跳舞是不会得老年痴呆的，因为脑子一直要动。啊，换，没问题吧？啊，那么大云手呢，在我们深深慢里是大云手啊，还有闲庭序里哈、啊，是吧？是大云手，大云手从这儿开始起放。啊，从这儿开始起放，还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把这个簸箕变大了，是不是？变成你们家的大圆桌了。从这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回过来，对，好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再来一次啊，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反面试一下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哎，不对，反面不对啊，从这儿，从这儿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我们深深慢里做的是哪个手在上啊？左手在上啊，右手在下啊。好，我们来一次走，一、啊，提前半个圆提，后半个圆沉，再来提沉提沉提。沉，好，有的同学说老师啊，我的身体和头我应该怎么办？好，我说一下啊，在起范儿的时候，前半个圆的时候，我的头和身体跟上面的手，看，跟上面的手，对吧？好，那我做完了一半儿，对不？对不对？好，做后半圆的时候，头和身体跟后半个手，懂我意思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大、五、六、大、七、八，好，十字步。在这我说一下十字步啊，我们师生呢也是配个十字步，对吧？什么叫十字步啊？就是一横一竖，这是个十字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啊，十字哈。那十字一共有四个点，对不对？一个横线两头点，一个竖线前后点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脚下呢，第一个点走到横线的
最旁的这个点啊，然后后面的腿右脚走到你刚才竖线的一点方向的这个点，好，然后紧接着再走到横线的什么最左侧这个点，然后回到五点，整个用你的脚走四个点啊，试一下，一二三四，我说明白了吗？同学们说明白了吗？哈，再来啊！你再不会，你到地上自己画一个十字啊，自己回家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，十字步里很多很多舞蹈都有啊，什么秧歌啊都有的哈、啊，经常有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那我们把手和十字步，云手和十字步配一下。一、二、三，你看三的时候在这儿，四的时候回来了，然后五的时候又起范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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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，顺了吗？啊，我们深深慢里是第二段接的，对吧？我们上次教完了第一段吧？啊，教完了第一段，啊，我们从第二段开始说，啊，从第二段开始说，从这儿对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打、五、六、七，接云手，二、三、四、打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当哒滴当当，小五花儿，当哒滴当当，上面一个小五花，下面一个小五花，然后接双分手下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从这儿预备，当，摇臂，当，盘手，当，踏步，十字步，云手，当。哒滴当滴哒滴当当，哒推指，啦啦哩啦啦，小五花，啦啦哩啦啦，啦啦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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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到这儿提气，跟第一段一样，上左脚重心变踏步啊，然后沉气。啦啦哩啦啦，好，这个地方还是一样，后面跟第一个动作不一样，第一段不一样，这个时候变成旁点步，波浪手，刚学的波浪，对不对？当哒滴当当，好，然后做一个回重心翻身，看我的脚啊，怎么出去怎么回来，然后做一个翻身，碎步翻身，啦啦哩啦。哩啦哩啦哩啦啦，没问题吧？好，我们再从这来啊，再数着来一遍。摇臂，当当滴当，盘手，当当滴当，十字步，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啦，沉推指。啦啦啦啦，别高，在按掌位上啊，小五花，当哒滴当当，双分手，当哒滴哒滴哒滴哒，踢，当踏步，沉，啦啦哩啦啦，波浪，啦啦哩啦啦，回翻身，啦啦哩啦。啦哩啦哩啦啦，沉气，好，喝音乐啊，来，准备，哎呀，都到点了，快，喝音乐，来完这一遍，我们下课了，时间太快。
起屋檐下雨滴，谁又忘记蹉跎间柔软的你在哪里？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雪落如今也要落如今。零零碎碎，点点滴滴，梦里有花，梦里青草地。手势舞了，好啦，今天的课上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